养的够不够？啊，不够吃不多，二天都不够给它分在一起。那还有个猪脚干呢？人带你噻。那就铁锅汤喽。哦，你不需要。人家来炖啥的？炖的方蛋儿。那是豌豆好不好？我出你，我在前头偏转，看见？你偏偏啊？哦，这鸡蛋在地门口那地方，弄出，哎，我弄不弄？这农家，这农家切鸡多好看嘞！人家爷爷地门口呀，从事农场的，从事这的。妈，你太小了，年都不好年的。嗯。把土鸡干成稀哈，大眼也是这样，也是条稀的。再把土鸡干成加点小土豆。耶！土鸡用来炒碗水。来点糖浆水，来一桶老姜、料酒。今天我腿儿喊妈来炒的，妈炒腿儿比我炒腿儿好吃。要点。来把腿儿来清洗一下。我们四川人特别喜欢吃腿儿。来小坨点，入味一点。来点老姜、大蒜、干辣椒，把猪蹄捞起来，来点猪油哈，再来两个花椒，猪蹄炒一下，再来长江水，再来大蒜。盖上锅盖，弄来炖趴哈。你们在弄啥子？弄白果。白果的。买炖鸡啊？鸡准备的嘛。妈不是喂的有啊？可以弄来过节，反正过年可以吃。这个还没过的。过年多过年现在就。我妈能着急啊，不去。放点花椒，这个姜蒜，放不了，不然搞翻了，这个都没弄完就搞翻。再加下油锅了，倒一下。哦，我们就包吃一些，这个包吃哦。好吃，来点盐吧。对喽。我都吃的比较寒的，我预备还有寒的呢。呀，还有酒。哎，胡子，你能来不？能不到。要不给你放点你的面呢？嗯，这样嘛，横着嘛。那外婆撵不到。看得到，啥子撵不到站起来。喝点多汤嘛。对，不就干炖汤就好喝。平时我永远都没吃过汤，没吃汤。很少，要么都是丝瓜汤。喜欢吃。丝瓜汤，就这样丝瓜就他吃过。嗯。这样就吃。这样怎么的没好喝？那一天我给他十条，十多条。差点科技的，还能吃了一下，我都是先吸吃了的。要不要嘛？嗯，就怕。笑哈就大哈哈，笑哈哈大哈哈哈。那豆圆儿，那是豆豆。你吃嘛？我吃就我吃，不让你吃。你好生学噻。